袁老板，别怕，被虾夹一下不疼的。我没说疼，我这是在模仿虾临终前的应急反应。来，开饭啦！哎，要不这个就算了吧。别啊，虽然这个虾皮看起来有点黑，但是里边肯定好吃。对对对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我们家这个锅太老了，底儿黑。真的。 嗯，你看，能吃，那你多吃几个。你看，好的，能吃。不愧是大明星袁帆啊，干啥啥都行，样样第一名。还行吧。嗯，这么多好吃的菜，去点喝的。等我一下。嗯，那你别闲着，多吃几个。吃啊，不要浪费，我也尝尝我这个虾。 来来来来来，尝一尝。哎呀，最近天热，怕你们上火，我熬的雪梨汁，尝一尝。来，尝尝。尝一尝。我师兄熬的雪梨汁一绝。嗯。哎，我以前还想，要是武馆经营不下去了，我就摆摊卖这个，养活武馆和我们家小鱼。我尝尝。 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哇，把车头撞下来了！<笑>你看，好啦，别玩了，快来吃冰糖雪梨。妈妈的冰糖雪梨好了。哎，袁帆一碗，前程一碗，干掉它。爸爸，嗯，他的梨比我多。哦，是吗？ 我们两个换吧。不用，你多吃点儿，我一会儿吃两碗。嗯。<笑>来，吃。怎么了？不好喝吗？没有，我想起来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。 是你之前转学那个朋友吗？是啊，从那次见过以后，就一直没遇到了。哎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准他站在你面前你都认不出来了。也是。来来，吃饭。小鱼，别老挑食，吃点青菜，胖了找不着对象。小鱼，别听他的，吃点肉。 袁老板，你不能以为纵容我们家小鱼，他这要是都吃了，就真嫁不出去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安排的。安排？消失的剑客官宣，学生啊，福托和袁帆都选上了。 我就说你行吧，兄弟，这次又是黄金搭档，你再喝点儿，不能就喝这么点儿啊！你说说，我哪次让你失望过？啊？你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项目可是平台最大的投资，超 S 级的，你知道外面多少艺人都盯着呢，落你俩头上了啊！还是得感谢你，我一定不会辜负。 那不是必须的吗？等这戏开机之后啊，姐啊，给你弄些什么噱头啊、热点的，好好给你炒作炒作。就袁老板的觉悟，还能再活500年！这是我的才！老板，我愿意支持你，老板加油！<笑>